暴走之术。愤怒了，袭嘞 ！One punch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体验版《飞拳暴》。哦，这英文名字呢叫做 Fly Punch Bomb， 哦 ，Demo 版本。然后这个画风非常的小画家，看起来好像就很愤的感觉。不过我看这个游戏预告呢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莫名中二、热血魂上升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不知道是可不可以一个人玩哦，他上面是写多人连线跟单人多人游玩，嗯，是这样意思吗？总之不晓得。等一下来玩看看哦。那这款游戏呢是那个有一位观众推荐给我的哦，他说这个很好玩，然后现在有 demo 版本要我来玩看看。我想说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玩看看好了。我们来直接本地哦。本地的话一对一接机，他还有故事模式。那我们直接故事模式好了。拳者是不朽的无性别的生物。我现在这个是无性别生物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，啊我都不能用啊，这些完全不能使用啊，啊都不能使用，我玩屁哦，一对一，人对人，当然是人对电脑啊，我又没有连线，普通，哇塞，这些角色没问题吗？哇，这大肚子呢，啊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的机器人看起来帅多了。好啦，看一下怎么我们用这个大捏捏好了。他要按 Y 还有 cosplay 哦。cosplay 还不能使用。这边的 cosplay 全部都不能使用。好，我们就选他。然后电脑就随机吧。哎，场地也是随机好了。我都没玩过要怎么玩。哦，开始飞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哇靠！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不教学啊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哈哈哈哈 ！What the？ 我根本就还没……哦、oh, ，QTE 是不是？哇，这么帅哦！还要适时按 QTE 哦、oh, ，按住会自爆是怎么回事啊？拔山扛江还是扛界？先明花哥，哎、欸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啊，怎么玩啊？按下 B 瘦身回来，帅归帅，但是，我完全被屌虐，给我一点时间吧，哥哥，冲去！哦，这个会弹哦。哇！我又来不及按了，随意键是不是？哦，有接住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反应又快哎、欸！哇，这回要去帅哦，好像超级赛亚人在追逐战之类的，打下去，连打！哇，我居然打输他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按下那个 A 键可以冲刺啊！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好吧 ？QTE 太快啦！有，结束了，暴走之术。嗯，愤怒了，袭嘞 ！One punch， 冲起来呀、啊！哇，这丢了狗是不是？我靠！我根本不知道这干嘛。我的血剩一点点，他也快死了。他 get 什么东西？一雷二闪。哦不，比你高啊！下去吧，我就没把他打死。接起来，死吧！哎、欸，是只有一招而已啊。他冲下来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
太快了这个速度。欸，他想去吃那个，欸，不给他吃。换招式，再来。好，解决了是不是？哇，把我抓起来。欸，靠，这也太难了吧。打月球，打月球的屁眼。哇，我输了。我们换下一个好了。我们再持续用我们这个大奶奶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次场地，欸，场地也是只有一个而已，欸。顶起来。哦，他有去吃那个绿色的，那个绿色的吃了之后可以放技能，但我也好想吃哦。哦，愤怒了，愤怒了，顶住啊！甩起来，接，哎 ，One Punch， 帅！哇，直接头爆了这样子，有帅到这个终结技，哇，掉到我了！我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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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整个大愤怒啊！哇，没事啊，我比你快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欸，那个绿色是我的，我要不要吃到了？可恶，他怎么都知道那个绿色在哪里啊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抓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不明觉厉，打下去，胖去！我吃到了，哦，再吃我一拳！他要跳出边界了，别跑啊！哎呦，我来啦！等一下，我要吃这个。哎，他怎么打的，啊？哎，作弊啊！那个是我的，偷吃。我知道吗？敲下去，下去吧你。那个好像被他吃到了，他要放技能了，我要赶快跑远一点。哎，没打到，嘿嘿嘿嘿，再打。哎，靠，那房子怎么到底怎么丢的，啊？那个房子，那个房子到底怎么丢的，啊？哇，死了！接起来，甩上去，乘胜追击。天堂之拳，再追一次，打到边界去。来啦，来呀，啊！哎，欸，啊，自己自爆了，对不对？笑死！我说你可以吃那个 gate 吗？顶起来！哇，我被他抓起来甩了，按太慢。别跑啊！还不挂哦，哇，超硬欸，哇靠，哇靠，哇靠！别跑！呜呼！等哪个星啊？哇，太早安，然后也被他吃走了。欸，那个绿色的总是被他吃去，欸，好难过，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他周围还有没有绿绿让我吃啊？我想吃绿绿。哎，有哎，有有哎！换我放招式了吧你？还敢跑？还敢跑？没打到，太可惜了。下去吧。啊！想放什么招式？再来！
换我！啊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顶回来！我又被打回去了。抓到了！下去吧！嘣！好爽啊！这个游戏，我想要选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我没看过。这一次的招式没看过啊！来了，冲过去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靠，要怎么用的 ？Fire！ 哦呦，哎，我莫名其妙迟到，哎。唐人将去，踹踹踹踹踹踹！再来呀！呼呼！哎呦，生气气啊！敢打？再来！吃我一脚，直接爆炸了！哎呦，说你可以吃是不是？那是我的，哇，为什么是我？哦，没按到！哇，这是哪一招？哇，没有按到就去了，这哪里来的猫咪啊？不知道哪边来的猫啊！哇，这么帅！哎呦，暴怒了哦！顶起来，出去吧！哎，没出去。这干嘛？哇！我这边打输他，行嘞！踹起来！哟！哎，突然不见！哦，这边我吃到了。为什么是我？力量不足啊！踹起来！怎么把我摔起来了？哦不！不！哇！他比我高，我又被揍了。靠药没吃到，没吃到，尴尬！哇，他丢了！哎呦，好险！他那个好不容易中哦，来呀、啊！忍你很久了，他血剩一点点啊。踹爆你！赢了，耶！还有一局，哇，漏了！怎么又是我被打、啊？一直都是我被揍、欸，哎。愤怒了！呜！
哎呀，一直比他慢呐、啊。哈哈啊！好迟反应的游戏啊！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OK OK， 这游戏我觉得行，我觉得行。哦天哪、啊，这游戏该怎么讲啊？虽然它的玩法非常的单纯、干脆，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多人玩起来应该会非常的刺激。考验你的反应力跟你的操作性，你们应该也看到刚刚老头一直不断的失误，有没有？就可以知道这个游戏多吃反应了。哎，你根本就来不及讲话。有没有看到老头刚刚从头到尾这边？哎呀，你呀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老毛都来不及，都来不及讲话，有没有？因为他反应需要太快了。一直要给你 QTE 啊，一直要给你做一些反应应对啊。好玩，我觉得不错。以现在目前来讲，免费我觉得是给予好评啦、啊。但是如果付费之后呢，又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游戏体验哦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自己下载，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限时哦。总之呢，就下载来玩，可以跟你的朋友二对二哦，最多好像二对二的样子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去连线看看，好不好？先到这啊。如果喜欢这影片呢，按下你的喜欢，以及像按下你的订阅，影片分享出去。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游戏体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